现在我们把这个米撕开。再一个小口。再一个小口，然后倒进泥桶里去。这样目的就是倒不到外面，也比较整洁。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吃美国米，你来看看效果怎么样。以前比较崇洋媚外，都吃泰国的、印度的啊。第一次吃美国的，现在我们全这个一杯出来，来评测一下美国的长粒香到底怎么样。我这个就是一 cup 的量，可以看到这个米粒确实没有这个泰国米精良。现在呢，我们把米洗一下，再淘个米。用纯净水。这米有点脏。里面杂质比较多，有黑色的沙子。Thank you.
洗起来比较麻烦。如果是印度米和泰国米，基本上是免洗。坏的都要去掉。烤几遍，然后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，冷冻一下。我马上要做滑蛋牛肉粥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